欢迎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婚礼新闻。婚礼就业博览会将在七月十五号早时十点到下晡两点，在婚礼馆的体育馆楼内来举办了。今年总共有83间的厂商来联合征才，提供超过2000个以上的就业机会。除了科技业、食品业、制造业、服务业等等的知名业者，今年台积电资深基金会也将伫咧就业博览会现场提供高中职的职业探索以及就业媒合平台，来刻画学生未来规划。对于学校毕业又或者是想要找头路的民众，注意了，婚姻就业博览会将在七月十五号早起十点至下晡两点，伫婚姻体育馆来做举办。这摆是总共邀请到83间厂商来征才，提供了超过2000个就业机会。我们这次有非常多全国性的知名的厂商，包括像台积电，包括像我们星巴克等等等。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地有80家以上的优良的企业啊，提供有2000个以上的这样的工作职缺。婚姻科技工业区厂商协进会理事长陈其兴表示，目前工业区也提供了将近1000个就业机会，欢迎民众一同来甲婚姻找头路，除了薪水有一定标准，而且消费也无较悬，一同将赚到的钱来捡落来。我们极力希望趁这一次的就业博览会，让在学的毕业生以及外县市我们的亲朋好友，因为云林县的生活环境非常的好，我想各行各业的薪资有一定的水准跟标准，但是呢，在云林县生活会比较乐活，而且可以存下比较多的钱。包括着科技业、食品业、服务业等知名厂商，也拢将伫即摆就业博览会来做征才。同时，台积电资深基金会也将伫现场提供高中职学生职业探索就业媒合平台，帮助学生来找出未来就业方向。很多的包含服务业或者是制造业的话，它都有蛮多的一个人才的一个需求。除了台积电本身有来征才以外，它的慈善基金会也配合我们这次跟104人力银行搭配的一个叫做高中生的一个职业探索的课程，会在我们的体育馆里面去办。婚姻馆就业博览会将在七月十五号早时十点至下晡两点，伫婚姻馆体育馆来做举办。除了超过2000个就业机会，现场有500份的求职礼品以及电视机的模彩。记者江怡采访报道。